大家好，兄弟姐妹们，看我身后这个地方很漂亮是吧？我现在的位置在陵水县黎安镇的，这叫黎安码头，黎安港也叫，漂亮吧？这个地方，这小船啊，然后这个蓝色的海洋，虽然海不深，但是非常清澈，非常蓝。我现在在想啊，让不让这个小嘚嘚下海呢？因为这个海水真的不错呀，也漂亮，而且这块有卫生间，有淡水，洗完海澡之后可以给你洗淡水澡。哇，这小船过来的时候太有感觉了哈，海边哪点都好啊，就是风有点大，多漂亮。我们去对面，那边还有大海呢，去看浪。走吧，看妞，这孩子，你看看，干啥呢？哎，这沙子真干净啊，怎么滚都不沾一身上。开心了，还看看前面这块大海啊，真漂亮啊！不许下水啊，今天这水大，不是这风大，海浪太大了。哇，真漂亮，这海浪。哎呀，这个开心，看。来，肥牛又开心了。看这大浪多好，这要人掉里的，人下去就得淹着，一个浪就得拍沙滩上。今天就看你浪吧，搁这。哎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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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完了。完了，没控制住啊！这一个不注意，又完了吗？这不，黑妞啊，来了，水来了，黑妞，水来了！哎呀，水来了！哈哈，哎，这浪真漂亮，看，太漂亮了啊！刚说好不让你下水，这也控制不住你啊！看着了，黑妞来了！哎呦，哇，这块太漂亮了！哇，太美了！哎呦我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完了！这浪来的太突然了，给我鞋全灌包了，上完了。黑妞啊，你这真不怕事儿大呀？哎，你别说呀，这个白色的浪还真得凸显你呀。啊，你这黢黑的看浪正，让波涛再汹涌一些。来了，看。哇，这大浪花，哎呦，太漂亮了啊！黑妞。这个地方叫岗门岭，是陵水县黎安镇，导航岗门岭就可以到了，是一个岗门岭公园。哎呀，完了！淹住了，我这是无处可退了啊，没有地方退了，这个大石头给我淹里了，这也太好玩了，我现在不能。怪黑妞她下水了，我现在等着弄的全都是精尸啊，哈哈。走，黑妞，我带你去看看礁石，看大海，看大浪，太漂亮了。你慢点啊，就喜欢来这种地方，好玩刺激又探险，风景又美。从远处看，哇，这个哈，哇，太漂亮了。可以啊，哎，快，哇，太好看了啊！这大浪花，跟牛奶似的，这蓝色海洋牛奶的浪花啊，是吧？跟牛奶一样，白色的，看来了。
大楼，你去上那个岸上去。哎，那鱼会跳。哇，那鱼会跳。哎，那鱼会跳。哇，那鱼会跳。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大螃蟹，这都下去吧，反正都湿了。大螃蟹，没多呀。哇！哇！喂喂喂！啊！看这，哇！看这螃蟹，嘿嘿嘿嘿嘿，往这跑！喂喂！这玩意一堆一堆的，老多了！我的天哪，整个这石头上全都是螃蟹，看看！哇！快回来！快回来！哇！哇！里边太好玩了！哇哈哈！全都湿透了，看看。哇嘿嘿！哎，去抓呀！哎，咱俩回去拿东西，一会儿来抓来呗。回去我等着。那我回去咋？啊嘿嘿！哇嘿，哈哈！哇嘿，太美了，你小心点儿。叮咚！哎呀，跑回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车里让他造的，瞅着这球撕的，这是史上混的最惨的球了，再没有之一了。谁说这球不质量不好？这是质量不好吗？就挠这样了，皮扒这样，还有气儿呢。身份证，看着没？这是哪个？黑妞版的。盖板的，这是纯盖板的球，干啥呢？这纯盖板的球，去取过来，拿过来，上车来，上车。哎，好孩儿，在车上等我吧啊，给你接点水喝啊，接点水，完了你自己在车里等我，我去这个。景区里边，景区是不允许带你的啊，渴了就在家喝水啊，去，渴了就喝水啊，我走了。椰田古寨，大家好，兄弟姐妹们，我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在海南省陵水市的椰田古寨。这个古寨很有特色呢，是那个黎族和苗族混居的一个地方，而且这里需要买门票。门票是非常便宜的，嗯，可以了，10块钱一个人，嗯，可以了，拿口在左手边，拿着这个牌就可以了呗，对，好，谢谢啊，走吧，买完票了，咱可以进寨子了，从这可以直接进可以了哈，嗯，这是进门的大图腾啊，看看这个标识，请勿携带宠物，你看这是黎语、苗语、拜登。不是摩登啊，摩登白白黑再见，白白黑呀、啊！这应该是苗族的吊脚楼，这是，还是挺好玩的哈。这是粮仓啊，这都是小泥房子啊，不知道这里能不能住人啊？他们还有人在这里住吗？哎，这里没路了，那就走。啊，这你们家自己在这里住？哦，这是到头了。马登，你好。你好。这是织的李锦是吗？是李锦。哦，李锦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个到时候可以做衣服。
织啊，像我这样，你看你我穿全套不？这都是自己织的。哎，是啊。哦。这个做这个穿嘛。自己做自己穿。嗯。要有耐心。嗯。这个东西很漫长的。织这一个要多长时间？边织边用脑来想，你不用脑想，怎么搞就这么多的花纹出来？是啊。三个月以上搞好一条。三个月。一米长。三个月一米长。太厉害了。三个月才卖才3000的。三千。三千，因为三个月不是吗？一个月1000。一个月1000。它不贵呀、啊。啊、哦，也不贵不贵、嗯，手工费都不止这么多。拜贡，原始的黎族交易方式。村民家中多余的瓜果蔬菜放置于村口，因为民风淳朴，所以无人看管，行人自取，零钱放入小篓，傍晚村民农忙回来再取回家，想吃什么自己取完把钱放这儿，也没有钱，这没有二维码啊，现在时代进步了，然后之后你得放个二维码，哪有零钱呢？想吃没零钱儿啊，这三角梅啊。兄弟往这边过啊。这边过。啊，你是黎族还是苗族？苗族。哥，你留一下吧，给你看。啊，不用，谢谢啊。这个袋子里边还挺大的呢。啊，往里还有呢。我以为走到头了呢。这是图腾啊，还有表演节目吗？看看他们这个乐器。你好。钻木取火。要两三个人来配合。就是用这个，这古老的钻木取火哈。拿这个是什么呀？这个是竹木乐器。竹木乐器。椰壶。椰壶啊，椰壶。这是黎族的民族乐器，这是个椰子壳做的。来，钻木取火呀！谁来拉两个？来，我来。再来一个，哪儿够了吧？对直，对直拉，这里，对直拉。你先拉，我的绷紧啊！我一下子下面拉，对，我绷紧，两个人都要绷紧。不要那么紧张，拉长性。这个火总是不能一下子就动它的，动它的就灭掉了就不行了，这是要慢慢的来，来弄它。这木是什么木？什么木都可以，都是，但是这个是沙木。哎呀，出来了，这叫火绒哈。嗯啊，火种子就是。嗯，一吹。这学学户外生存，就这么钻木取火。着了。哎呀，2021年红红火火呀，第一次钻木取火着了。小年儿啊。钻木取火。着了。这就是希望啊，这是。那这是希望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。这里的撒家。哇。哦，着了。哈哈，太好了。摸对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你好。你好。摸对。谢谢。小心再见，拜拜黑，拜拜黑，拜拜，谢谢。